我其實呢一隻呢，你驚你要有咩？個平衡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佢要用三下下格做一個好強嘅叫咩？好強嘅攻擊啦！啊，哇，頂呢個嚟嘅。佢要因為咧佢要成日 step 啊，step back step back step back 咁樣樣嘅，咁所以咧，所以咧唔夠氣，就好似我而家咁樣樣啦，就好似我咁樣唔夠氣啦，明唔明啊？所以係一定要加。搞掂，系啦，攻擊力係好強嘅，但系咧你唔夠氣咧，就變咗做唔到嘢咯，得唔得？唔得，好完晒。呢個係我又埋佢啦，好鬼煩。哎呀，哎呀，喂，第二邊射得唔得啊，師傅？掂啦，找到佢喊啊，简直系！喂，顶！哇，要上死你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，冇啊，暂时啊，暂时啊，后边已经嚟紧，即系一定要够气，真系一定要够气，唔系讲笑。咁我啱啱加嗰个回复速度咧，就系我如果系overheat 之後會快啲可以回復得翻㗎。其實咧，你如果慳啲使咧，其實就唔會成日見紅 overheat 嘅。其實都唔易打呢一 round，因為太多支援機，對面太多支援機。系，呢条搞错啊！走开啊！好多斗枪啊！斗死我！斗死我真系，喂，斗到我死啊！好死我！啊，唔好走啊！唔好急回啊！唔好急回啊！唔好急回啊！系啊，AR 咧喺空中啊，但系咧即系未能够一次过射爆佢啊，好可惜啊！咁储埋咧，嗰度对面有成三部支援机咧系难搞嘅，G 平四啦。嗰只叫做力奇大师定系迪石迪鼠咧？死啦！嗰只真系唔记得叫咩？嗰只系两只捞埋一齐嘅。仲有一部G04，仲有一部 AR 啦。AR 又系麻鬼烦啦。你喺仲有呢部，原来系全支援嚟嘅。多谢你啊！一系咧就落嚟。系啦，有人仔都唔理佢啦。太唔死添，顶！
咗你就算。唔好啱個位置，呢只啊！好啦，哇！求其射啊！講過一次，唔得，講唔切啊！講唔切啊！都點啊！double 分啦 ，double 分啦 ，double 分啦！如果唔夠氣咧，就唔可以咁樣連出出咁多招。好啊，搞掂，完啦。哎呀，唔得，講唔切。搞邊只先咧？搞呢只先。睇佢跌唔跌落去啦，跌落去咁啊正啦！辛苦了，即系佢系专登将自己攞嚟做講唔切。收埋頭啦，射射一中啊，難啲，哎，射唔射咗邊？打一隻得唔得咧？哎，唔得。揸下，唔得，好啊，要過去啦，都贏得多嘅，衝啊！冇啦，完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可以唔死噶，可以唔死，可以唔死，我太激進啦，唔可以咁樣樣嘅，不可以咁樣樣的啊！好啦，咁啊，200,000嘅輸出，但系唔係我最高嘅輸出，唔係我最高嘅輸出。我會再多少少，但係嗰次應該係用，嗰次應該係用咩咧？黑卡嘅，咁 anyway 唔好理佢啦。咁啊，對面係真係見到四部嘅啫，四部 AR 係咯，四部啊，係啊，走咗啦，嗰、那個迪樹輸到太金啊，咁啊，呢、這個都多謝佢啦，呢、這個。我、high score， 我、已經 high score 咗，就係呢一次啦，都唔錯啊！十一部機可以啊，十一部機，但係可以唔使輸第三部機嘅，其實可以唔使輸第三部機。好，幾好，唔錯。